机车共乘，美食外送。机车共乘，就是你还会载我们了？我只载女生。臭屁什么？没有，所以我们太重了。哦，女生只载女生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像我们这种状况下是翘骨链的。对。是哦。载不动。所以你可以机车共乘，也可以外送。对，就是基本上是现在是美食外送。那请问你也左右不分吗？我有分，我有分。你有分？我有分，我有分。你们什么都送吗？基本上是就送美食，然后也有送什么帮妈那种年轻的妈妈送奶粉、奶嘴啊，然后也有买就是什么拜拜的用品，就是贡品、金子啊什么的。然后所以，我跟你讲说，请你去买什么，你都可以买。对，都可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总有不会吧？你拜拜，你怎么知道买什么？对，就有一次就买错，他说要买鱼，然后我们就买到会切的，结果就被骂了。会切的什么？已经切好切开了。对，要买不能切的鱼，就是没有切的鱼。客人只给你照片。就叫你去买东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比如说我拿我的照片给你，你去帮我买牛肉面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有，主要是 APP， 然后有用 LINE 接单，然后他就传一张照片去，然后就只有一个店面，然后没有店名也没有电话，然后说他就说我要吃这家乌龙面，因为他说那间八点就关了，他七点半才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就因为就没有店名啊，然后就去找，然后就后来找到的时候已经关了，然后他就大发雷霆，就说你到底买了什么啊？这样，对，挑毛病嘛。对啊，中山五十六，你知道这家店吗？知道啊。有没有很多人常叫那家店？还蛮多的。是不是？我们叫外卖，我们厉害。我跟你讲，请问一下，你这样子是怎么样收费啊？就是基本上是40块，然后再按看他的客人的家在哪里，就是里程收费，还有一些特殊的服务。你们店在哪里？在淡大附近。OK， 那比如说我住在大海新市镇，这样多少钱？基本是50块。这样是50块。对。那我做点非合作的话，就是再加20块。什么？点非合作的店家。点非合作的。对，就是非合作店家。非合作的店。合作的。所以说你们卖金子的也有合作店家。没有，那个就没有。好，那太挑了。OK， 我们有服务的哦。OK， 好，你们跟他不一样，他们是单一商品嘛，那你们什么都要买。那男生跟女生做这个，你觉得女生有什么优势？女生就是如果就是送完到的话，就是。他可能等了很久，然后就可以跟他塞奶，就说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就是单比较多，然后他就会消气的，就跟他塞奶一下。你们几点到几点？就是中午是11点到2点，对，然后晚上是5点到9点。啊，你们只有送这样的时间？对，两段班。那你这样打工钱哪里够？够啊，因为一趟就如果下雨天的话，一趟都可以100多块。平均一天可以送几趟？一个班6到7趟。哇，6到7趟，然后有2个班。所以你那你一个月打工大概差不多1万块。对啊，可以，对，可以到1万块。那摩托车谁的？公司的。油钱是公司的。对，公司的就是公司。哇塞，你们的箱子这么大，这是谁呀？好大，这送人啊，都快比你大。其他后面以为是幽灵车哎嘛，看不到人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搬家公司。对，搬家公司。所以机车共乘是人躲到箱子里。机车共乘是用自己的机车。哦，这是公司的外送车。哦，什么机车共乘也是这家公司，还是自己的？都是这家公司的。哦，它有两种业务，两种服务。机车共乘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我在淡水捷运站，请你现在骑摩托车载我去哪里？有 APP， 然后就像计程车的 APP 一样，然后只是来载你的是机车。哦，是，就是摩托车。安全帽怎么办？ Uber， 就我们对，好像泰国。哦，你提供安全帽？有。你最远可以服务到哪？最远到圣约翰，有到红树林。哦，圣约翰也蛮远的。对，圣约翰白沙湾那边去了。对，圣约翰蛮远的。哦，圣约翰呢？大概往三支方向去。对啊，就圣约翰那边嘛。哦，三支，那已经过三支了没？还没，还没，还到三支。跑到圣约翰那边多少钱？80、100吧。啊啊？对啊。其实蛮划算的，听起来。对啊。对啊，那机车共乘蛮划算。那夏天会晒黑啊？还没过夏天哦，对，你才说半年，你今年就试试看了。那这是你的箱子？对啊，这是我们的外送箱。你拿得动吗？对啊，很大一个哎。它平常是装在机车上啊。是。哦，也是保温吗？对啊，里面有保温。啊，有啦，新闻上没有看到你嘛？外送员，你怎么外送？哎，骑这一台外送麦盒啦。对啊，油钱车钱你根本就划保养费啊 ？Say hello。嗨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J。小 J，啊，这车是自己的还是男朋友？对啊，我的车在修。腿啊，腿啊，腿啊，朋友的朋友的哦。啊，怎么特别喜欢骑重机是吧？
对，当初本来是就是练体育柔道嘛，体育班，然后就是练六年，那里面的生活就很像监狱，就是没有寒暑假，没有过年，然后就是都要训练。那一毕业的时候就想做非常多疯狂的事，对，疯狂的事就是染头发啊，穿耳洞什么，就是本来都不能做的事啊，对，享受自由了。台湾骑重机的人呢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什么？他们都没有目的地。懂那意思吗？我为什么我要出去骑车了？没，那我的目的就是骑车。没有，他有些人去喝咖啡啊，比如说骑到一个地方去哪里不是为吗？不是目的，不是目的，他是要享受中间的过程。对，他就是要骑车而已。对，但他们就是外送的话，他你骑着去外送，至少还可以。哎，我有一个目的地，我骑到那边，对对不对？然后把东西送达，好帅啊！然后我再去送别的或干嘛的，哇，好帅啊，这样子。哎，那你骑这么快？可以接很多单吧？对啊，应该。可是车多还是没办法，不方便。对，而且我们车大。就是比较不好钻，对，就我们好在就是不用带转，真的，对，不用带转，然后对，可是你也不用上到快速道路，因为目的地不会这么远，就好的就是不用带转，那你就可以送，比如说九份、金山一带，对，都是骑比较远啊，对，多你包了，顺便跑山，对，哦，对呀，所以你看我的重机上面呢，是全台湾只要看到我重机哦，对，感动到羡慕到眼泪流下，哎呦，唯一一台，对，我的车上面是可以放高尔夫。有大热门公寓，对对，我没有看到。但是你骑的时候还是要先知道那个方向灯在哪。对，我知道。奇怪，方向灯。对，第一次骑，这个要长骑，要不然会没电，你知道吗？在下坡没电，哎喂。不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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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我们活着回来。没有没有，吓到你。好，那你这样骑这个车子，一般很少女生呢。对啊，都是男生。你这个你应该有摔车的经验吧？骑重机我没有摔过车，我反而骑速可达我才会摔车，因为重机那个重量我已经习惯了，可是白牌太轻了，我压车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。哦，对，小车速可达很危险。那你露营之前跟我说的什么？你现在有骨折是什么？过年前我被载，然后车祸，所以我现在被载才摔车，对，所以我现在骑还。就不太能骑车，哦哦，刚有点就是对，通常被载的对不对？发生车祸都是摔的最重，一定是飞出去，不能控制。哦，哇，你平常穿这么辣骑车啊？因为那个是之前就是有一个重机的大会师在台中，然后就是有粉丝就是邀请我们下去，然后刚好是圣诞节，我就布置我的车，然后就穿了一个圣诞装，从台北骑到台中，然后沿途就是。很冷，然后又下雨，到新竹来穿我还对，死了吧？对对对，还蛮热的。女生就是要漂亮嘛。你这个倒车的时候，你要推上来是不可能，对？可以可以，不会不可能。可以啊，那是要靠腰力。它有一个对对对对，对，有一个技巧，有一个技巧要靠腰。对，而且我是我上教练，要这样，要真的真的要真的要用屁股跟他腰跟他叼起来，叼他，不能蛮力，腰力腰力，要不然很容易就受伤了。哦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对不对？